帕罗派里，卡文，你还好吗？现在自己还没有给答复呢。思玉看起来很注重他的个人隐私，你要不要联系别人看看？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那就让大家写他们想写的来代替裁判稿，怎么样？也许会有用。起来挺不错，为什么我就想不到呢？现在其他部门也等不了我们了，我们必须要快点交稿了。而且我们办公室也能人那么多，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写他们自己想写的，说不定会有用呢。因为这也许是最后一班了，也说不定。担心卡文，不管结果会怎样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